校园活动内容，国小推广环保生态加生命教育，开辟学习农德加水稻田。学生囡仔是透过学习打造亲近永续的辅导罗阳美丽校园。伫咧今年哦，嘛再度得到教育部的生命就是奖的荣誉。利用国小再度得到生命教育奖，学校伫前年前就推广环保、生态加生命教育为理念。现在学生对生态唔那了解，嘛丰富了解各种昆虫加植物，因此今年再度得到生命教育奖。很荣幸哈，罗阳国小在今年获得教育部的一个生命特色学校。那生命特色学校全国只有五所，我们用五生五立，让孩子从生活当中学到他该有的能力。那这个历程当中，我们让孩子从本身的价值去提升，例如从做蓝染，那蓝染做完之后，他们加上文创可以来做义卖。学校内每一位学生对学校的环境拢真了解，而且嘛会栽种各种植物甲富裕昆虫，对环境尽一份心力，嘛帮助囡仔课业。对这个历程当中，我们就是强调自助、人助、天助，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呢发挥到最大。所以这个历程，孩子体会到。其实要受到人家帮助，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开始出发啊！再来就是我们很积极的让孩子有机会到社会参与，这个正是我们十二年国教里面讲的，我们自己好不行，一定要大家共好、共学、共好。所以今年我们很荣幸以这样的主题呢，获得生命特色学校。利用国小近年以环保艺术甲生命教育为教学的理念，校方打造环保园区，也佮温室富裕蝴蝶，而且伫大树下繁殖各种的甲虫等等，透过再生利用和旧事物新的生命，嘛予学生体验永续艺术的美好甲感动。今年再度得到生命教育奖，全学校师生拢非常光荣。大中华新闻综合报道。